莫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莫总工作之余还这么严于律己，我们都应该向您学习。你不会来找我聊工作的吧？莫总的时间分秒必争，我们就在这聊吧。你不去关心广告热度，来关心我干嘛？你就是热度，广告片我们看了，也做了数据分析。 在22秒至34秒之间达到了数据的峰值，而这12秒就是您出现的时间。莫总，遇见理想型的数据分析已经出来了，您是网友最爱。这一次对乐蜜非常重要，希望您能帮我们这个忙。帮忙？你现在不怕我这个麻烦了？这是我的工作。是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谢谢啊。这句话我好像常常听到。这是我欠你的人情，我一定会还的。许晴，你一定要事事分得这么清楚吗？这是我的原则。那直播的事呢？你就不怕欠下我更大的人情吗？我谨慎回答，这很有可能决定我答不答应。 我知道，但是我立下了军令状，这次的推广对我们团队真的很重要。我不希望您因为我跟您的私事而影响到团队。人情我一定会还的，但是是用我自己的方式。